吴尊夫妇商场被偶遇，主动帮老婆拎东西，好贴心。妻子身材高挑出众。有网友在社交平台爆料，称自己在商场超市偶遇到了吴尊和妻子。从网友晒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出，吴尊和妻子正在冰柜前挑选。两人的打扮非常低调，都是普通的休闲服饰，而且颜色也选择了沉稳的黑色。吴尊戴着棒球帽，主动帮老婆拎着东西，十分的贴心。吴尊的妻子身材高挑出众，看上去比吴尊矮不了多少，大长腿十分强劲。她的气质也很抢眼，在人群中丝毫不输身旁的明星老公，反而有着自己的特色。网友看了吴尊和老婆逛超市的照片，有人称赞他老婆很高，也有人表示自己也在上电梯的时候偶遇到吴尊和路人拍照。祝福吴尊一家人在上海的生活幸福美满，希望他今后可以多多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，在新的一年里更上一层楼。